网友点评各种经纪公司：虎虎天堂类、欢瑞、欢娱、嘉行；制作公司类：华策、光线、慈文、耀客、新力；瘦死骆驼类：唐人、华谊、龙信达；资源咖天堂类：东升、天浩、太阳；营销奇葩类：一心、合颂；爱豆公司：时代峰峻、月华、哇唧唧哇；家庭作坊类：实干行、水滴、大隐光石、鲜花盛开影业。如果是你，想签哪家？